好，我要稍微重新适应一下，我现在要干嘛？我有点忘记了。好，我们现在就是去那个骨髓空间，直接传到这座岛上面。这座岛叫什么？忘记了，好像是那个什么厅的市政厅，是不是？哦，这边有写啦，在北面这个避难屋寻找骨髓空间啊，入口，我们要去市政厅啊，要去那个地方才可以找得到他们啊，就是这个了，有没有看见？So this is the computer O'Neill was talking about. Let's try that password. 哦，终于可以用了，之前不能用，现在可以用了。它右上角还很酷的写"入宅中"，还蛮屌的。好，到了，直接前往。它这算是一种传送门的概念啊。现在有女朋友吗？没有。等一下，他这个手机的震动让我觉得很烦，我想要把它放在下面。哦，不是我的裤子下面，是我的椅子，是我的手旁边的椅子上面啊，不要那边乱想。今天一样直播到10点吗？我想要播久一点呢，有可能会到10点，说不定哦。边吃晚餐边看。啊，我都已经吃饱了，啊，因为我要直播，所以我要提早吃，太棒了。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这，E2，抵达市政厅，哎、欸，又有贩卖机了，又可以领奖了，快多给我一点，哦，有。哎、欸，以后你们那个买饮料啊，你们就这样买就好了。哦，那轻轻啪一下就饮料掉下来，更不用付钱啊，有没有？哇，这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哇，还掉陷阱出来哎、欸！哎、欸，快点啊，多给一点啊！哎、欸，这有没有像那个一代的彩蛋那样，打个13下多了个彩蛋出现？啊，多打一点好了。这是记录档二级吗？现在是直播，不是记录档哎。应该是说，我这个记录档分半小时左右一集吧，大概会出到6、7集才会播完上次直播所有的影片。哦，那今天这个算是有点比较进度超前的部分，所以说如果你们看第一集再来看这边，你们可能会看不懂。哦，只能先这样子了。快点啊！啊，不是拍就饮料掉下来，没饮料，应该前面有这个什么东西。哎呦，我靠，吓死我了！他妈的，阵亡的莫比啊，莫比乌斯干员啊，火药在这里面的样子。Seems like things didn't go so well down here either. 看样子不太妙啊！老头手枪哪里来的？是之后来，之后拿到的啊。我们现在位置应该是在市政厅的啦。哦，这电脑这边到这边来，拿火药。我以为啊。搜刮搜刮，哎呦，不需要打针了，我全满了，有点难过。这边有僵尸，先下来看一下好了。Looks like they were still designing parts of Union in here. 设计和乐镇的部分布局，哦，是怎样？和乐镇的人口成长。注入一支强心针，地连接钢的这个生产已经增加，和乐镇的草图扩张已经草图已完成，感觉就像是在玩模拟市民嘛。他们就是用这些资料，然后再故意自己制造一个欢乐的城镇，啊，控制里面所有人的思绪以及各个场景，啊，原来是模拟市民，我还以为是和乐镇呢，是不是？模拟市民来着的、啊，
你有好多箱从哪里来的、啊？当然是过关来的啊，捡来的啊，当然是捡来的啊。哎呦，什么声音？怎么会有中队机打开的声音？有敌人哦，我已经感觉到有敌人的感觉。啊，这边有一样东西要捡，火药吗？哦，没有错，火药就是从他这边来的。他发出了这个讯号，还要爬通风管了。干三小，等一下，那个电锯的声音该不会是那个长发女妖吧？麦挠哦，电锯声没了。哦，在上面，在上面，我听到在上面晃了，好恐怖哦。声音可以打一点点吗？什么叫打一点点？我的游戏声音不够大声，那调个85好了吧，要调个80好了，啊，这样该可以了吧？这里没办法过去，哎，可以打吗？不行，不能打。哦，我们过来这个地方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开门的话，必须用这个。放一下。这电就打开了。是什么？是防弹衣吗？不是包包。哦，有箱子，有狙击枪吗？有啊，狙击枪后来修好了，有没有？不过我只有一发，这边跳不下去。哦，这边电梯可以坐，是这样。哎，这边又有一个。哦，十字弹药包，我们来标记一下这个位置。太好了，可以来。应该是那个吧？这应该是活的僵尸哦，只是不会动而已。什么？死掉了。先把他杀死为妙，不然等一下来乱。先下手为强。这边的讯号超多的欸。哦靠！这边可以开门吗？不行，门反锁。哎，先杀了再说。不会有让他站起来的机会。又来了，够几家？哎、欸、嘿嘿，去死吧！呜，没子弹。一击必杀。超级浪费子弹的，我一下就没有子弹了，靠！为了拿弹药包，真正麻烦。二代画质感觉比较好，对啊。为什么有跟2040很像的僵尸？僵尸就差不多长那个样子啊。你要说像哦，其实也都很像啦。2050的僵尸也跟2040的僵尸很像啊。2040的僵尸也跟2050的僵尸很像啊，啊，都大同小异啦，不用太去执着、哦、是像不像谁的僵尸，都一样是可以开枪射的就对了。好啊，所以说我来这里的用意是干嘛？哦、啊，对，拿十字弹药包。哦、啊，拿了之后呢，这边又一个，这些门现在都开不了。
对啊，这些门都开不了，我是要怎么过去啊？坐电梯吗？也不是啊。先来装填一下好了。啊，等我一下，不是半忘记用掉了。第二部什么时候出？一样是每天的晚上啊，这里啊，靠杯，每天晚上的下午，每天下午5点都会发布影片。Emergency lockdown procedures are currently in effect. Lockdown can be disengaged by tuning to the frequency of the communicator. Might as well give it a try. 不是白不是。这个有点难，其实我觉得。看到眼睛会脱窗，你知道吗？超难对的。眼睛很酸，是谁设计的啊？不舒服，你知道吗？感悟困难。我真的有困难，没在跟你开玩笑。在巴士地不好好开门，一定用踹的吗？没有，那是啊，他觉得这样比较帅，这个我没办法阻止他。他觉得这样子特别帅，我没办法。哦，终于有了。干，难搞死！我觉得这是可以开门了吧 ？What the？ 被发现了、啊！哪里哪里？哇！死一发！好险 ！Security annex emergency lockdown disengaged. Please wait while system reboots. 哇，来了！该死的家伙来了！哇，可是我是被看到了是吧？他在哪里？我在那边啊！呜！不要爆炸箭矢有没有？哎！救躲救躲！你需要冷静一点，没射到，冷静！啊，要死了！别死呀！哦，嗯，我、哦、靠，他打比我还大力啊！补血，有没有子弹？完成小，不要啊，大德，我还是先跑好了。好像不跟来了，千万不要跟来，他应该不会来开门吧？这家伙。System reboot complete. Emergency lockdown fully disengaged. 好，有子弹，太好了，故意把它解决掉。死吧！我家，我家，哦，难打死！哇，看，
他没穿欸，欸，这个姿势 so 卡哇伊。I hope that's it. Need to conserve ammo. 哇，原来他死掉可以这么可爱啊！没，他是穿肉色的内裤吗？这位小姐。打毒品，他太喜欢你，冷静不了。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粉丝啊，太激烈了。你看是老头，那冲过来暴走欸，是老头，我来啦！老头，我爱你。一个暴走，哎，怎么用踹的？啊，很喜欢用踹的。Jesus, the smell！ 哦呦，进出隧道。这死掉了吧？别说不爬，然后吓到秒打脸。不会啦，其实这游戏就顶多就是突然蹦出来吓你而已啊！你要说能多恐怖啊？对不对？还行还行，没有到非常恐怖啦，而且至少你还有武器反击啊，完全不用去担心说你手上没有可以反击的武器啊，最起码我们男主角还可以进行任何的这个啊游击战，完全无需躲藏啊，除非没子弹啦。什么声音？不要有奇怪的声音啊，拜托。声音越来越诡异了。散弹枪耶，加三，太好了。装一下，装一下。邪灵可以多人吗？不行，他只有单人而已。大小，你怎么下来的？我靠，这货是怎么突然出现的啊？欸，他们怎么都会很神奇的莫名其妙出现啊？也太莫名了吧！刚刚明明看就没人，那现在突然跑出来，怎么回事？每个都会引分身之术哦，常常死在这点，所以就尽量用暗杀的方式啊。我暗杀的那个部分，潜行的部分，我点蛮高的。潜行的话可以省很多子弹啊，个人是认为蛮推把潜行先点高。潜行点高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嗯，我拉了之后做了什么？点门放下来吗？哦，就是把自己放下来哦。哦，这样子回去就方便多了欸。哇！这么的方便啊！我来喽，这怎样 ？So this is the dreaded gas leak. 致命瓦斯外泄啊！那个欧尼尔给我带的那个他给我的防毒面具派上用场了。I'd never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this thing. 哦，哇，还可以这样子啊！哇，戴上去还给你第一人称。It's like a maze in here. Maze in here. Flammable.Damn. 想到易燃就害我想到当初我在玩一代的时候丢手榴弹把自己炸死。我忘记那时候在易燃状态之下进行，那我就丢那个手榴弹，那我就爆掉了，我就往生了，去见我阿公了这样子。相对的，这里应该也不能开枪吧？这里开枪应该是直接挂点了，所以说这边就应该要靠暗杀来过了，靠潜行的能力去过了啊。而且还蛮屌的，他戴上面具直接变第一人称给你，哎，好酷哦！哎，真的嘞，完全不能掏枪出来。有厉害到，有厉害到。哎，他这样子，他这个视角弄出来，感觉让人更紧张了。
因为很贴近。夭壽哦。不要啊！我怎么知道你往那边走？贱人，滚！该死定了！救命！等一下，我要先回去了。你不要给我进来！我要从头开始，我要 NG。来，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再一次。哦，好酷哦！原来他第一人称诶。真的好贴近，真的是超贴近的。他这像是现在是在学那个逃生吗？他在学《绝命异次元二》啊，《绝命异次元》也是这样子搞的，你知道吗？而且他重点是他这样子不能靠墙暗杀，有点麻烦，不是很喜欢这样子。都忘记关灯了，所以说鬼到底在哪里啦？我还是这样比较快，浪费时间。啊啊啊啊！烦死了，超级难搞。哎，安安你好，各位早。哎，原来你在外面很久了啊，进不来。怎样？单挑啊！砍爆你！我砍爆你嘞！哎，可以用这种方式打哦！砍死你嘞！笑死！哎，我可以在这里拿枪吗？哎，不行。光头王嘞，解决，可以切换第三人称吗？我这样子很难玩嘞，切这视角好难搞哦，是故意的哎，完全故意。哦，我还可以跳下来。这边有两条路可以走，要选哪一条呢？选大门吗？选这里会怎样？就这里根本没路啊！这搞得我头好晕哦，跑不出来。对啊，他那边有设定一个结界，你知道吗？不让他靠近。啊，全部都是设计者的问题，不关我的事。啊，那怪应该也觉得很靠北。为什么我过不去？你不要问我，去问作者。啊，去问作者比较快，问我没用。麦给哦，麦给哦。哇，好肥嫩的老鼠啊！他这个视角让我没办法好好的做攻击。麻烦了，在哪里啊？是谁吃东西噎到啊 ？An electric lock. Damn. 原来是电子锁。Gotta follow the trail. 哇，这么多道电子锁。我这可以暗杀吗？我可不可以直接把他暗杀掉啊？杀看看，杀看看。有欸，可以欸。去死啦！啊，过不去。啊！不要叫，不要叫，去！啊！
我先躲了，我先躲了，躲哪里？这什么？啊，先捡，先捡了。我先躲侧面，躲侧面。啊！不要啊！我没有体力了啊，大哥。好，决定就这里了。他应该也过不来吧？他走，他走了。他应该要插两下才会死。这王八蛋！他在干嘛？嗯？哎，为什么我插不了？哎，暗杀呢？哦，出现了。再一次，再一次。哦，死了，死了，死了。还要经过两次，这么麻烦。你看那是嘴巴，这个O也O太大了吧？你看他的手指头啊。哇，要死我。唉。哪时候才可以停止这个该死的第一人称呢？我们走这里看一下啊。啊！胆小啦，干！他妈的！不要用这么北南的东西吓我，哇！操你妈！干！你不要那种迷雾很黑，然后都突然来的东西串出来，好不好？我会受不了啊！你知道老头的心脏不是很好吗？这样不优哦！干！赶快开一开，快走啊！烦死了！啊！随便按的，不好意思，我就这么厉害。天晓得为什么我这么强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强，是被你的叫声吓到啊！他多久没吃东西了？一直学狗叫，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不是白，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好，成功，终于啊！ That mask smelled terrible. 谢天谢地，谢主隆恩，太棒了！终于不要再第一人称了，太麻烦了。老头输不起，没有啊，我输得起啊，我被吓到啦、啊，对不对？对不对？总要敬老尊贤嘛，是不是？频率共振点，华特金斯，华特金斯。哦，都受影响了。好，知道知道了。总而言之，就是这里呢，也差不多快不行了。哎呦！我怎么突然瞬移？吓我一跳！太好了！然后又是邮件，需要200万 EB 的容量，这容量也太大了吧！遍布全球世界，世界通通都是我的和乐镇。我要让全世界都和乐融融啊！和乐镇，该走哪里好呢？哦，前面有一个这个频率共振点，是这个地方吗？看样子是的。哦，这个共振点。
我严重怀疑等一下这边会有僵尸跑出来，不用讲了。就是这里了。Hello, can you hear me? It's Watkins. Watkins, what's going on? The collapse is happening faster than we predicted, and now it's affecting the marrow. 这都已经看过了、啊。Things are trying to breach. You gotta help me. We're secure on this. 刚才被咬耳朵，他是吓了半死。又用隔山打牛了，不会吧？要看的那个点 O 不 OK 啊？要看刚好有没有那个接缝点啊？有那个接缝点的话，基本上是没问题啊。隔山打牛算什么、啊？对不对？哎、欸，为什么？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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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麦阿内赫吧，老鼠，你要带我去哪里？欢乐小镇吗？可是老鼠都不能打、欸，哎，实在有点可惜。没事齁，没事齁，没事齁。谁在放屁啊？Hello， 新来的。哇，这边还蛮空旷的嘛。还行还行。会不会自己打开？不行，就全部都关起来了。空间这么的大。Here it is. 哎 ，My way back into Union. 我们回来了。我们要去市政厅，这个就是市政厅的传送门。注意哦。Go， 前往市政厅。啊、又在阻挡了。中土世纪什么时候直播、哦？等这款游戏破台之后，我就会播了。哦，我们来了，就是这里。